外面扛下来的话，受不了，我们受不起的，怎么样？受不起。你要知道，就现在的法师在办，我们受不了。那带的时候，扛着就跑了，现在就扛在办，我们受不了。这有个时间吗？这么久，我要把摇一摇再说。各位善信，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2016万众共灯普佛祈福大典的活动现场。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嫣然，来自广东电视台，非常荣幸能够与您一同相聚在今晚这样一个充满了庄严祥和喜悦的现场，同时一同感受这难得一见的盛大法事。那刚才大家有的看到，随着我们的法师们就位，也就预示着接下来的法事马上就要开坛了。我相信现场所有的朋友都特别想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祥和与喜悦。要知道，今天出现在我们现场的所有朋友都会有深厚的福报。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环节，现在呢，就来教大家怎样做。现在只需要您拿起手机，同时呢，跟随我们一起摇一摇，再用微信转发到您的朋友圈，那么您的朋友和家人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今天这场盛大的法会。因为我们的法会今天晚上将会由凤凰网、腾讯网、自在家平台联合 YY 直播，都会进行现场直播。现在呢，就有请出我们的义工来为您示范怎样操作，有请。请大家打开手机蓝牙，打开微信，在最下方的四个按钮选择发现，然后选择摇一摇。现在呢，就请大家打开摇一摇界面，再请大家双手合十，来看我们的义工怎样做。双手合十，把手机置于掌心，然后快速虔诚的拜三下。记住哦，一定要非常虔诚的拜，这样呢佛祖才能收到您的信息。那么接下来1、2、3，你会发现在手机的屏幕上出现了2016祈福大典，您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分享界面了。通过这个界面呢，大家可以进入现场直播按钮，观看祈福大典的现场盛况。同时也请大家点击我们的右上角按钮，把这个页面分享出去，将这份福报传递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都收到了吗？好的，谢谢我们的义工，谢谢。那么我想从现在开始，就会有更多的朋友跟随我们现场的所有信众一起来共同参与今晚这样一个盛大的法会了。那么在法会开始之前，首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精彩的视频。巍巍昆仑，高耸云天，被尊为万山之祖，万水之源，中华龙脉，世界的脊梁。昆仑之玉，其高尽天，取日月之光华，为万物之精灵。公元627年，大唐玄奘射流沙，越葱岭，
九死一生，西行取经，十七年后再遇归来，途经帕米尔高原，与一位入定千年的罗汉相遇，曾有过惊世骇俗的一个预言。千年之后，在昆仑山脉，唐僧曾经停留的塔吉克小同乡海拔4000米的太阳山上，一尊沉寂亿万年的佛玉神奇般的横空出世，佛气灵光中引出一段昆仑佛玉的旷世奇缘。为感念佛门泰斗本焕长老恩德，经由印顺大和尚指引，发现此玉的善信，深受感动。他发愿要用这昆仑佛玉雕凿一尊本焕长老的等身像，昭示长老与天地永恒的慈悲大爱。2016年6月2日，一场高规格的研讨会在湖北召开，来自全国的数十位画家、雕塑家、地质专家、宝玉石鉴定收藏家、国家级玉雕大师、佛学大师齐聚大洪山，就以昆仑佛玉雕凿本焕长老等身像展开论证。他为了众生的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一个愿力。作为一个出家人，他在修行上是艰苦卓绝的。我们采用了昆仑玉，它可以更好地塑造本焕长老仁慈、博爱、真正的自信的具有的那种善德。我觉得用纯洁、灵动的白玉是最为符合的。昆仑佛玉它的价值呢，是绝不低于这个和田玉的，它的产地就已经决定了它一个稀有的特征。我们要把本焕长老的这种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啊、劝人向善的这种精神永存于世。佛教题材是我们玉雕题材的永恒的主题，用更大的材质做我们当代的本焕长老等身像还是第一次。说用这样大的一块玉比做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比一的做出来啊，这在玉界几乎是没有的事情。做本焕长老这个像身的话，这个概念呢，除了这个地方的玉之外，你全世界走遍，你就地球上飞机飞上窗都找不到像这样的。以一块如此巨大的昆仑佛玉塑造本焕长老等身像，将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千年一回，意义非凡。为了成就这一旷古奇缘，深圳的志愿者和塔吉克族的工匠们在海拔4000米的昆仑山深处手拉肩扛，使用了较为原始的开采运输手段，其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历时60多天才将这一天赐佛玉运出雪域高原。2016年8月19日，玉行神州，佛佑天下，昆仑佛玉祈福万里行在塔什库尔干县石头城隆重举行。满载着众生的期望，沐浴着丝路慧光，昆仑佛玉启程了。重越葱岭，再涉流沙，沿佛法东传之路，经百城百寺，一路追寻先贤的足迹，于2016年金秋时节抵达深圳。从这一刻起，让我们共同发愿：聚沙成塔，基业成球，
圆满昆仑佛寓本焕长老等身像的旷古奇缘，以昆仑之巍峨纪念本老之义德，以佛寓之高洁成就永恒之庄严。谢谢。那么刚才我想大家都已经看了大屏幕，了解了这一块神奇的昆仑佛玉，这么一块美玉，它与佛门的奇妙因缘更是会酿造一个千古的传奇。那么如果说您想更多的了解这块昆仑美玉的话，也可以重新用手机摇一摇，回到刚才的界面，关注昆仑佛玉公众号，来了解这千年一遇的佛玉尘缘。纪念本焕长老诞辰110周年，第八届深圳佛教文化节知恩报恩护国惜灾，2016年万众普佛共登祈福大典现在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10th birthday of Master Ben Huan, the 8th Shenzhen Buddhism Culture Festival, and the 2016 blessing ceremony begins now. 请大众起立合掌，恭迎来自世界各地的24位高僧大德登坛主法。这24位主法高僧德高望重，享誉十方。 Now please rise and clasp our hands. Let us welcome this 24 renowned venerable master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依照佛门幕后先行的规矩，向祈福坛那么小在燕少有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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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小在燕少迎亲好
大众起立合掌，恭迎来自世界各地的24位高僧大德登坛主法。这24位主法高僧德高望重，享誉十方。依照佛门幕后先行的规矩，向祈福坛走来的高僧大德分别是。Now, please rise and clasp our hands. Let us welcome these 24 renowned venerable mas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se masters are highly respected by Buddhist disciples and the public. They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our society. They ar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会长，深圳弘法寺，尼泊尔中华寺，海南三亚南山寺方丈印顺大和尚。 Venerable Master 印顺， Vic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Hainan Province, the Abbot of Hongfa Temple, Hainan Sanya Nanshan Temple, and Zhonghua Temple in Nepal. 美国国际菩萨僧协会会长，菩萨寺主持，慧光大和尚。Venerable Master Hui Guang,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Bodhisattva Sangha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bbot of Bodhisattva Temple. 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文都大寺寺主活佛，格尔哇阿旺桑波。Living Buddha Master Awang Sambo Rinpoc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the Abbot of Great Wen Du Templ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瑞丽市总佛寺主持昭等傣佛印。Living Buddha Master Zhao Kangdai,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澳大利亚南澳普陀寺堪培拉护国报恩寺方丈妙净大和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迪庆丽江十三大寺住持东宝仲巴呼图克图活佛。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仁青安杰。Living Buddha Venerable 仁青安杰，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Qinghai Province, Vice President of CPPCC of Qinghai Provinc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佛教协会会长、哈尔滨极乐寺住持净波大和尚。Venerable Master Jingbo,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Heilongjiang Province, Abbot of Harbin Jilu Temple. 日本动员院住持小野崎秀通。Venerable Master Onozaki Hidamichi, Abbot of Dogenjin Temple in Japan.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宗信大和尚。 Venerable Master 宗信，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Vice Dean and Provost of China Buddhism Academy, Standing Committee of CPPCC Sichuan,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in Sichuan Province.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镇江金山江天禅寺方丈新城大和尚。 Venerable Master 新城，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Abbot of 镇江天禅寺 Temple。 韩中佛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富川世王寺住持影坛长老。Venerable Master Ying Tan, President of Korea China Buddhist Association, Abbot of Bucheng Sawang Temple. 泰国副僧王帕马斯提。Venerable Master Sangharaja Pamasi,
from Thailand. 老挝佛教协会副主席大和尚文马新马鹏。Venerable Master Bonma Simapong, Vice President of Lao Buddhist Association.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山西省五台山普寿寺尼众佛学院院长如瑞法师。Venerable Master 如瑞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Dean of Buddhism Academy, 普寿 Temple, 山西五台 Mountain. 柬埔寨四僧王波莱波浪寺住持都鹏僧王。 Venerable Sangharaja Dolpan, Cambodia Four Sangharaja, Abbot of Polat Wave Temple.柬埔寨法宗派僧王果戈里僧王。 Venerable Sangharaja Bokri, Supreme Patriarch of Dhammayuttika Order of Cambodia.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 Venerable Master 明生 Vic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Abbot of Guangguangxiao Templ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普济寺方丈，道慈大和尚。Venerable Master 道慈 Vice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Putuo Mountain, Abbot of Puji Temple.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西藏佛学院院长朱康土登克朱活佛。 Living Buddha Master 朱康土登克布 CPPCC Standing Committee Vice President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ibet Dean of Tibetan Buddhism Academy。斯里兰卡罗曼纳派僧王纳帕纳派马斯瑞。 Venerable Thero Napana Pami, Supreme Patriarch of Sri Lanka, Rama Maha Nikayaki. 柬埔寨法宗派僧王迪旺僧王。 Venerable Sangharaja Tevong, The Supreme Patriarch of Cambodia.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双版纳总佛寺佛爷帕松列龙庄梦佛爷。 Living Buddha Master Hubalung Drummo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Abbot of 西双版纳总佛 Temple.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明生大和尚。 Venerable Master 明生 Vic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China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Abbot of Guangguangxiao Temple.
好的，现场的朋友们，由于我们舞台上现在信众比较多，现在请大家依次退场，请大家依次的离开舞台。待会儿我们会留足够的时间让大家来上台摄影与拍照，谢谢，谢谢您的配合。各位祝山长老，十方善信，大家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的 VCR 当中也看到了，为了纪念本焕长老诞辰110周年，同时也因为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经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指引，一位善信在昆仑山海拔4000多米的峭壁之上发现了一块巨大的昆仑佛玉。为了感怀佛门泰斗本焕长老的恩德，善信发愿要用这块昆仑佛玉塑造本焕长老的等身像。那么历经了千难万险，这块昆仑佛玉行程万里，终于抵达了深圳。而今天在我们的祈福大典现场，他马上就要跟我们见面了。下面让我们有请出中国国家宗教局副局长蒋坚勇，柬埔寨宗教部部长恒参，深圳市政协主席戴北方，广东省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曾晓辉，深圳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宗教局常务副局长王子健上台。有请几位领导。请几位领导站在启动杆的后面，同时要有请出我们现场的所有的主法高僧，也同样移步到我们的起步杆后面。有请各位主法高僧，有请各位主法高僧移步到我们的启动杆之后。要请各位主法高僧与我们的几位领导一同为这块昆仑佛玉揭幕，请各位主法高僧移步。大家也一定非常的好奇，这么一块历经艰险才来到深圳的昆仑美玉，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又是有着怎样的一段佛缘？待会儿马上就会揭晓。好的，现在所有的主法高僧与几位领导已经站在我们启动杆的后面了，现在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来为我们这块昆仑佛玉揭幕。让我们一起倒数，3、2、1。可以看到随着红幕的缓缓拉开，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块昆仑佛玉真是温润灵透，晶莹剔透。那块蕴藏于巍巍昆仑的玉石，在亘古的时光当中，仿佛一直等候着我们用善念去发现，用愿力去发掘，用崇敬去成就庄严。那么现在各位主法高僧正在为这块佛玉做法，而台上的各位领导也正在参拜这块佛玉。好的，谢谢，谢谢各位主法高僧，谢谢各位领导。现在请各位就坐，现在请各位主法高僧以及各位领导就坐。谢谢，再次感谢你们的揭幕。那么今年正值本焕长老的诞辰110周年，以昆仑之巍峨纪念本老之义德，以佛玉之高洁成就永恒之庄严。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深圳弘法寺方丈印顺大和尚致辞。
Now, please welcome Venerable Master Ying Shun,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s Buddhist Association, Abbot of Shenzhen Hongfa Temple, to give his remarks. 掌声有请应顺大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诸山长老，各位高僧大德，各位法师，各位领导，各位朋友们，各位在家的菩萨们，大家晚上好。在这金秋十月的夜晚，我们齐聚在这里，火树银花，因缘殊胜，诸佛欢喜，众生欢喜。来了就是深圳人，衷心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夜是一个祈福的夜晚，让我们为众生祈福，让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福，也为我们所在的城市和乡村，也为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亲人和朋友们深深的祈福。什么比众生的幸福更让我们挂怀？没有什么比天下太平更让我们渴望。但在这个世界上，依然还有无情的战火、突发的灾难，还有疾病和饥馑，还有苦痛和不幸。正因为于此，这四面八方，这天上天下，我们的祈愿将无穷无尽，通达苍穹，通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今夜是一个感恩的夜晚。佛教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要感三宝的恩，是佛陀给了我们智慧和慈悲，我们要感国家的恩。中国人爱说国泰民安，倘若没有一个安定繁荣的国家，也不可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要感父母的恩，是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是父母养育我们长大成人。我们也要感众生的恩，人生于世，我们接受过太多的照顾，接受过太多的帮助。今夜里，我常会想起恩师本焕长老说过的话：眼里要有大众的影子，耳里要有大众的声音，身上要有大众的功德，心里要有大众的恩惠。今夜也同样是一个情意充满的夜晚。这些年来，每逢我们举办祈福大典，来自世界各地的诸山长老、高僧大德，他们有的已经年迈，有的工作很忙，但一听说我们在一起为世界、为众生祈福的事情，总是不远万里、不远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这就是慈悲，这就是情谊的力量。祈福大典从2009年开始，今年已经连续举办第八届。现如今，祈福大典已经成为弘法寺浙生海内外的特色活动之一，深圳的名片之一。就在十天前，我应邀访问柬埔寨，参加中国海南柬埔寨光明行的活动。这个活动是海南省政府和柬埔寨官方共同达成的，其核心内容是中方为柬埔寨的白内障患者免费举行复明手术，
海南省佛教协会也是这次活动的参与方之一。为了更好地开展活动，我们的工作队必须要下到当时最偏远的乡村，虽然十分艰苦，但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可以亲身地帮助到当地的百姓，让患者重见光明。所以说，情谊绝不是言辞的表白，更是一点一滴的实际的行动，是源于你我在漫漫人生道路上的彼此相扶相成、相左相伴。在不断的交流和接触中的沟通、包容、理解和感谢，在群听和聆听中感知深情，彼此温暖。今年是我的恩师上人本焕长老诞辰110周年的日子。在110周年的岁月里边，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但是我们始终坚信老人家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每一天每一刻他都在我们的身边，加持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就像我们眼前的苍穹里的星斗与明月。对老行来说，不存在作画或者是再来的问题，但他摸顶放纵、地位天下、兼爱慈悲的品格，他的知恩报恩、护国佑民的崇高精神与博大情怀，却早已成为天下苍生留下了一块足以传至很久、永远不会改变的福田。人生如白马过隙，如彗星流火，唯欲一己之德垂范十方，光照天宇，与芸众生悲鸣诗海，恩重如山者，方能天地玉立，昭示后人慈济来者。本焕长老一生续佛慧命，弘法万区，为滚滚红尘、茫茫人海中广知菩提、常染慧灯、普度迷航，堪为万世师表，实为人间真佛。一代高僧的力量远远不是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老人家是我们心中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一座巍然屹立的峰巅。随着他老人家的舍利被引请到世界诸多福泽之地安奉，本老的光芒也必将普照四方，光耀万代，照耀着我们明天的心灵和路途，温暖着这个辽阔的人生和世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一切吉祥如意，万事顺利，永远顺利，还要越来越好，永远都好，越来越好，永远都好，阿弥陀。感谢印顺大和尚的精彩开示。Thank you, Venerable Master Yin Shun, for this wonderful enlightenment. 为纪念本焕长老寿诞110周年，2016年万众普佛共灯祈福大典受到世界各地佛教团体的高度重视，共有10多个国家派出佛教代表团参加盛会。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Ben Huan, the 2016 blessing ceremony is highly recognized worldwide. More than 10 countries send their Buddhist delegations to attend this grand event.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各国僧侣诵经祈福，有请柬埔寨大宗派僧王迪旺长老、法宗派僧王果戈里长老、四僧王都鹏长老率领柬埔寨僧众登台。Now, let's welcome the Supreme Patriarchy of Cambodia, Sangharaja Thavong, the Supreme Patriarchy of Dhammayuttika Order of Cambodia, Sangharaja Bokri, the Cambodia Four Sangharaja, Dapong, and the delegation from Cambodia.有请斯里兰卡僧王纳帕纳派马斯瑞长老率领斯里兰卡僧众登台。
and the Supreme Patriarch of Sri Lanka, Pamawang Mahanikaya, Venerable Thero Napana Pema, and the delegation from Sri Lanka. 有请泰国富僧王帕马斯提长老率领泰国僧众登台。The Venerable Master Sangharaja Pa Pomathis from Thailand and the delegation from Thailand. 有请老挝佛教协会副主席本马新马彭长老率领老挝僧众登台。Vice President of Lao Buddhist Association, Venerable Master Boma Singpap Mapong, and delegation from Laos. 有请韩中佛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尹谭长老率领韩国僧众登台。President of Korea and China Buddhist Association, Venerable Master 尹谭 and delegation from Korea.有请日本动员院主持小野吉秀通长老率领日本僧众登台。Abbot of Dongan In Temple in Japan, Venerable Master Onazaki Hidamichi and delegation from Japan. 各国僧团已经登台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各国僧侣用他们的语言一起为现场的信众诵经祈福。 Masters and monk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now gathers on the stage. They will chant and pray in their language for all of us. 사케카메차루페케레사카라타데찬달랑가웨마네비페라데야가메다루바나카하네게아와도메게테봄마자연노데위아잘라카라비사메야카칸타바니야가සාවක සංඝෝ ඤුපටි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ඤායපටිපන්නෝ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සාමීති සාවක සංඝෝ යති සංජත්තානි පුරිසෝ ගානි අට්ඨ පුරිස පුංගලායේස භගවතෝ සාවක සංඝෝ ආවුනියෝ අංජලි කරණීයෝ අනුත්තරම් පුඤ්ඤක්කෙත්තං ලෝකසාති තන් රතනත්ථයං ඒතේන සත්‍යවඤ්ඤේන පාතු තන් රතනත්ථයං ඒතේන සත්‍යවඤ්ඤේන පාතු තන් කරණීයමත්ත කුසලේන යන්තං සන්තං පදං අභිසමෙච්ඡේ
Tavarava Mahandava Manjimarasakanuka Dula Dittava Eva Adinna Eke 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tiva Vatu sabba mangalam rakhandu sabba devata sabba bhutanu bhavena sadha sutti bhavand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m rakhandu sabba devata Ratanam pani tangetena satyena suvatti hotu